我觉得这个女孩子，你的想法对于你的即将进入到一个稳定的情感关系，甚至婚姻当中，一个女人应该去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，我觉得你好像没有弄得特别的清楚。你刚才说了啊，我这个还没有跟他结婚呢，我就给他洗衣服、做饭、收拾屋子，那结了婚我还不得成保姆了？但是作为一个女人，在家庭当中有这样的一些付出，能够让整个的家变得温暖、温馨、整洁，让自己的先生或者男朋友感觉到在你身边很舒心、很舒适，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，也是这个角色他的一个应有的一种状态。当然不是全部，但是不能没有。可是你却把它当成了一种牺牲，一种被欺负的状态，所以我觉得这个角色是有问题的。但是为什么